让首歌 free hold 日系主题商城排屋24层65大大间，还给到你日式主题公园。欢迎来到你的家。24层宽的客厅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放了一个 L 型的这样大的沙发，还有这样多空间的位置给你拍摄。Nice。不仅如此，我们来看一看厨房后面还有这样大的空间，可以给你做试厨房，还有穿衣服的地方。后面这个样呢，有一个8尺的距离，你可以做 laundry area， 你可以做 wet kitchen 都没有问题。还有这里有一片草坪，你也可以做 gardening。还有这个房间最特别一点的，就是它有这样大的位置，可以放6人份饭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最特别一点，就是它有一个 double ceiling height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。这个 project 呢，它的房间都是做成四方方，你想怎么摆就怎么摆。如果你的预算是在600千，又对这个日式主题的双层排屋感兴趣的话，我手上还有一些单位哦，赶快拼我来看 showroom。我是 Janice， 等你过来哦，拜拜。